可以盖这样子就会变斜的、啊。哎、欸，不是，我知道。它可能越盖越斜啊，它下面看起来都还蛮正常的、啊，但是上面开始歪出来了。它可能就是这样盖的、啊。嗯，对啊，就看起来怎么是斜的？人家最贵的房子都盖成这样子的，盖成这样也还好啊。你说以后这个房子就可以由上面歪歪来歪去。对啊，对啊。行啊。